医生，我想要复仇啊，所以我想要找到我的尸体，让你来研究，找出我的仇人。哎呦，尸体哦，尸体我是常玩啦。不过你看，好像已经有人在玩喽。老爸，女儿，Michael，你们怎么这时候在这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约会哦，木宰普也敢去呢？初恋、爱情、酸甘甜，五种气味哟。阿松叔叔，我不可能跟医生约会的啦。好吧，你又在盗墓了哈。什么盗墓？我算到今天你们会来，先帮你把土给挖松了，看吧。哇，阿松叔叔，你果然是我的好哥友哎！医生，快帮我研究。这些死人骨头而已。哎，有张照片。我先看。这个男的好像我，这个女的跟我好像啊！哎呀，不要看！这人不是我妈阿梅吗？你怎么有和她的合照？阿梅，我想起来了，阿米索，什么阿米索啊？呀，你们慢聊，我先看尸体。阿米索，是我跟阿美的最后一餐。我还记得那天的鹅啊特别大颗，我一口把它吃下去，结果我就……哎呀，是噎死的！不要碰我的梗，我还在情绪里面呢。我就是噎死的。可是阿美，她就站在旁边。然后一直，他就是这样笑的，他都不帮我，真的很难过。这就是我跟阿梅最后一次的回忆了。我真的很生气耶！爸，哪轮得到你生气呀？为什么你可以看着我妈吃阿米索，我却连她一面都没见过？因为他是我的初恋情人啊！就你个大头恋呐！我真的很生气，我砸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就是你的骨灰坛破掉洒出来的声音呐！我再砸！我都这么难过，你们还这样对我？我砸！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盛大杂耍社。